今天来拍一个海外天的四皇月饼开箱。九一粒，听贵姐讲，这是今年的月饼里面只有海外天一家是出了四皇月饼，就是月饼里面有四颗咸蛋黄，一罐要29.8马币，所以就买了一粒来吃。蛋黄、莲子、莲蓉，我喜欢吃咸蛋黄，所以一吃过就买了这个四皇月饼。裂了，裂到这样，哎呦，失败的开箱，这不要紧，一粒、两粒、三、四。真的是有四皇，让我来试吃一下。哦，它是莲蓉馅的，搭配一个咸蛋黄。卡路里的味道，好吃，很久没有吃月饼啊，一年一次，今天就吃四分一的月饼，还有一粒咸蛋黄。很好吃耶，完蛋了，我觉得我还会再回购耶，趁还没有过中秋我再去回购吧，再吃多一个。哦，不是很完美的开箱，可是至少你们也看得到里面是什么了吧？这就是海外天今年出的四皇月饼哦。喜欢吃咸蛋黄还有月饼的人也可以去买哦，我是在 AON 买的，拜拜。